提示图。我们一定要二对一，不行，小兵太强了。下一题。你是坐在这里，你要变 IE 了吗？Jacky 退出队伍，啊，对那个小兵发出要队伍邀请。接受。打开后门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兵 Fly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文字解题 PK 赛第四集。那在这十天中呢，我们会把一个文字拆解开来，大家查出那个词就可以加一分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。三个。上一集是七个月前哦，所以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很就是。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 warm up。我跟你讲，前面几题我几乎都有提示。那么难呢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怕你们太弱了。我心脏跳超快。哈哈哈哈。哦，对，我差点可以一起玩哈。第一题 ，Go！ 欢迎光临。哇塞！太强了吧！太强了吧！太强了！这是什么招财进宝嘞？解释，他以为是什么咒术回战，不对，之前有故意用第一题说欢迎光临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哎，好，小兵加一分，看来不薄了，好好，来下一题，攀岩，这有点难哎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这感觉很像一个成语耶，啊，这什么啊？好，那我看提示了哈，好。有提示吗？提示就是结构就比较近一点哈。摩斯，摩斯密码啊！哦，摩斯密码哎！我想说没有看到。小兵两分，下一题。哈？哈 ？Oh my goodness！ 什么鬼啊？哎，你们退步了。我知道，十秒没答出来，我就要给你看。演员先记住。提示图。嗯，这是动物森友会啊。哦，又太强了！我半个字都还没有拼出来。就是一个感觉，一个感觉。动在这边。哎，很过分嘞！看动就一个虫啊！哦，我知道了。3-0哦。我不要玩了，这题换你玩。哎，这次怎么那么难呢？对啊，我上次还会把这个羊羹面连你。美丽达，我觉得我已经有拼出一个字，我好像在。我拼出美了。我也拼出美了。三二一。哈哈。别打乱。不是啊，你已经会两个字了哎。渡边直美。哦呀。真的吗？答对啊。好难啊。我觉得你这次的难度真的是蛮高的啦，啊，就4.0啦，没有，后面会简单一点啦，不要生气啊，没有生气啊，我还蛮开心的。哦，对，4.0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生气，我需要你。你如果落后5-6，那不要气。越来越低。下一题。天哪，好过分！哎，提示要我倒数5秒提示哦，五、四。受洗烧吗？哪里有？是寿喜烧吗？对，好扯啊！好强哦！哎，爸爸，下一个开始压轴战。我跟你们讲，后面不会那么难了啦。我观众先不要走。他们已经走光了。后面不会那么难。下一题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啦，图小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所以阿斯卡艾丽森，阿斯卡班吧，阿斯卡班。小兵到底为什么啊？你太强了哎！你一直写一个王，然后你就拿阿斯卡，我们一定要2-1，不行，小兵太强了。好好，小兵可以先闭眼5秒。不行，下一题，陶乐斯，情绪勒索。他们破蛋了哈，来下一题。这种都比较难哎，字比较少的会比较难。优衣库，这没有提示哎，这没有会员哦。什么？
题。非常勇气。好、哦，我没看书。这个是哎、欸，这个是畅销排行榜，不知道几百年的哈、啊。对啊。那个气怎么没有把它分开？就是他把我们输了。对啊。他有没有分开？他都看出来了。好，第十题哦 ，Go。温故知新，不对。明天会更好。明知故犯，错。对，哎、欸，哦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可能是那个哈。嗯。哎，明知故问。哇！他说明知故犯，他明知故犯，他想问。好，来，我们第十一题 ，Go。真理先生。有哎、欸，你也要讲这个？只有声音讲出来。故意用声音压过小明，真理先生。我是明知了，哎，慢慢追上啊。大家才会觉得比较好看呢、啊，不然还是这样子。对，好像是哦、喔啊，没有竞争感。对，没有竞争感。下一题，十二题。纪晓岚，你先讲戏的哎、欸，我觉得他快一点。是他啦，我有听到。谢谢公正的裁判。差四分哦，不让我们下马，这样才好看呢、啊。三二一 ，Go！ 哎呦，纪晓岚，他先的，又是他先的。加你，纪晓岚先，他先的，好可恶。欸帮你去故乡吃。这还没有提示哎、欸，这有点难。对啊，太多甜了吧？哎、欸，可是我有一个很大提示，就是个人啊，人没有拆掉。恋人未满。哦，你刚刚那里面有两个字是对的。恋人。这两个字是对的，我没有说那个字就是恋人。恋人垒球。什么东西？不过又是书名吧？不是书名啊。你一定也知道这个提示，它是电影。会不会我没看过？当男人恋爱时。哦，我以为你说恋人是绑一起的。没有，刚刚有说没有绑一起，你是坐在这里，不要变 IE 了吗？你跟我这样，我要离开了，再见。Jacky 退出队伍。啊，对，那个小兵发出要队伍邀请。接受。Oh my god！ 还好 Jacky 有了，完了，完蛋，完蛋。你刚才是这样讲吗？下一题 Go。歌剧院，雪梨歌剧院。我刚才要说巴黎歌剧院。不知道会被抢走的，超激动，手在抖。哎、欸，想说该死，我怎么？是我们要努力啊！下一题哦 ，Go。圣母玛利亚，不，格林围墙。开始乱猜。阿姆斯壮。诺贝尔奖，诺贝尔文学奖，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，啊靠，什么诺贝尔奖？他超认真，以为自己对了。想说诺贝尔什么奖，可是我想不到和平奖。可是因为他的奖很多啦。那你讲什么奖？诺贝尔奖。好，第二十题哦 ，Go。恋父情节。寒蝉效应啊！啊，蝴蝶效应啊！啊，寒蝉聚居了，哇，聚居了，聚居了，你知道你们知道蝴蝶效应什么意思？知道，知道。那就给方宇讲，就是那个小蝴蝶一拍，小蝴蝶。5 minutes later， 整个全球都是。5 minutes later， 给他就是噪声影响。你们全队的话就变那小兵先闭眼3秒。啊，不行。好，我们下一题哦 ，Go。黑莫不是黑加利，黑加利，澳大利亚赫本，我还在看一个小。
考路班比试。我在看谁加力。再连答对四题就赢了。连答对四题。下一题。舞龙舞狮。我还在帅哥去。那我开始说什么罗志祥？为什么？下一题 ，Go。朱丽叶，这种都很难呢。对啊，我讨厌这种。和果子。芥蓝菜。什么？叶黄素。啊！哇，这样你们现在没办法扳回一城，现在有机会平手。没有，就变成13-12。哦。对对对，我们下一题再努力。哦，我可以现场再出一题哦。我什么时候是我好不容易要赢的？下一题 Go。圆广志啊，广志啊，哇，好，我还以为是圆圆小白嘞。哦，是野。啊，没关系。剩最后一题嘞，对，你们11-13，你们就是可惜，好可惜哦。不过这一题说不定我那个对，就不会那么可惜。对对对。来哦，最后一题哦 ，Go。是国父纪念馆。不是。你干嘛回答他、啊？南回归线。No。南回归线，当归、杜月归根、自祥回归。我自祥回归。几个字啊？四个字，就是校正回归。对啦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最后的比分是12-13，他们就算组队还是没打过大魔王小兵。我今天状况比较不好啦，没有，我可能前面输了。没有啊，前面 Jacky 也有在那边玩啊。好，那我们呢会在下面放三题给大家玩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答案。希望呢，朋友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心当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刚刚说你是坐这边也变阿姨呀、啊？申请组队，退出队伍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蚊子姐第四集哦。不用开始拍了吗？对，拿来了。等一下，妈妈拿水拿，拿手机就进去了。5、4、3，哪一个方案不一样？倒数是有用的。我上次说我要出，然后换你们两个玩嘞。啊，对啊，我要从现在开始出，然后出一年，下次。哎呦，生化人哦，龙少生化人。结尾就是出三体小兵嘛，不是。